坐一起的。在无忌惮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在月光的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比个爱心吧，一个心爱，一个心爱。哎呦，这可以啊！走了。啥小猴？小猴子？小胡子？长小猴子。要把我笑死！已经长出来了，小猴子，小猴子来，已经长出来了。这好像不是猴子的尾巴，这长颈鹿好吧？对不起，是我作茧自缚。你看，这不毫无默契。来猜一下。你跟熊爪比个爱心。熊爪比个爱心，来，你带我跟哥哥在地里翻个圈。哎，我告诉你们玩一个游戏，你们石头剪刀布，然后谁赢了谁走赢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输了吗？来，石头剪刀布。他输了，我跟你说他是布，他这个熊爪永远是布。手套摘掉。哎，等等，你要走两步的，因为你出了几个步。打架了，长颈鹿能干得过狮子？我已经退出江湖了，不是实力派。我也想要一个妹妹，哭了。在线打架，这种场面是没有见到过的啊！哎哎，要分号了啊！And I don't know what to do. Yeah.
定要优雅，棍儿折了，注意坐姿，三三注意坐姿。好不好吃啊？他们问你，好吃的都没办法回答了。想变成你的